你在下面，我们在上面。对啊，好远哦。他们来了耶。还是团团，你先跟繁星会合。可是我，我跟允月这边有一点恐怖。十万火急，你有想大便啊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说你们十万火急。你要演奏了吗？我没有要演奏，没有要演奏。你有要演奏，可是我现在看不到你们发光哎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角度的关系哦，我看到啊、角度的关系。你在往那个右上吧，嗯，你的左上。你走，你应该走得上来。有啦，他看到了。你们的 Y 是几层？我们在27，我现在在负2996，然后高度27。所以你在往上挖了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被跟蓝队同一层屋。我烧了他们两下，走喽！你要去哪哦？我看到，我看到你们了。你看到谁？蓝队。哦，看到了。哇，好远啊！哇哇哇，有个落单了，那谁？喵哈！走喽！哪有白白的那个？走喽！我被后面的石头围了，我被包围了，是啊！团团来喽，要升繁星喽！团团来送托喽！哎，繁星，我觉得你就想办法回到后面好了。绿队超远的、欸，对啊，来送托喽！真的挖过去吗？哎、欸，你的右边，你的右边杰克在挖、啊，可以先跟杰克打一打。然后就巧克力抢先想投阵，烧哇，黑曜石挖不开，要挖旁边，挖旁边，有通知的，他们你们两边都有。其实你不打死他们没有天眼兵，然后另外一队会有天眼兵。小心攻，嗯哦，我喷墨南了，对你喷出来了，你喷了。可喜可贺！哎、欸，你的右边注意哦！哎呀，修！读起来了！后面有路，你是要被烧死了？那我要这样子！哎，有！没烧到那个钻石剑，可是对钻戒没烧到，可惜了啊！可惜了，他被捡走了，吸起来。哎呀，可惜！我们快点开始打，表情不好。没有，还有这样子的，哭一边。我们真的可以狂讨论表情不好哎、欸。我哭另外一边。笑死！觉得这个。唉，网络生态真的很酷，而且还有那表情符号演变史。现在的表情符号都越来越浮夸，我觉得特效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大家看着才会那个啊，真的感觉又比较新鲜。对呀、啊，觉得很猛。然后绿队怎么离这么远啊？哎，对啊，这个你看这个就感觉超难打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只能用复制的啊。对啊，只能用复制的。所以你们有存一个地方专门可以复制表情符号？我有啊，哎，我也有哎、欸，其实剪片有时候可以用到。繁星，我要打那个。哎，对，这个以前很流行，可是后来好像还好。那个魔力宝贝的，对，魔力宝贝超爱打这个，虽然我完全不懂他意思是什么。那他们在打，他们在打架了，他们在打架了。对，我看到了。有，他们一直岩浆烧啊，小雨掰啊，小雨掰，哈基，哇，哈基是有附魔是不是？哦、笑他，哇塞、啊，哇，你怎么找得到、啊欸？这时候要打这个啊？打哪一个？打哪一个？哎呦喂啊！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真的是观众席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直播聊天室常态。你觉得还可以摸我？不愧是阿基。我要打这个。你要打哪个？打这个。你们怎么开始在打言文字啊？为什么你在打呢？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啊。研究言文字。我们在研究历史，都在讨论这个。对对对。那个喷好好笑，打到就范围，小雨被烧到，然后我那边被臭死，被臭死，那算了，太长了，不行，可恶，不行，所以刚刚那个小雨一直喷到哈基哦，对啊，被喷到满脸，龙偶啊，那这个会弄到队友。
都黑黑的，白痴，好黑哦，超黑的。你说谁很黑？哈基，都很黑，大家都很黑，都很黑，被打到的都很黑。也对，这个都我想说你被小雨被打到，你都很黑啊。这两个被打到好像他们在最后一站都会喷啊。只是你血量，可是我刚刚被怪打到没有。你血量不够低啊，你血量没有扣一点。你拜你的血还14滴，你要怎么扣？是这样吗？你要不要砍砍看？砍他砍他，让他喷，他现在很想喷啊。砍，砍他，砍他，砍他，那个喷着喷着，有了有了，再一下，那自己喷，自己喷啊，有了哇！我怎么那么会喷啊？我刚刚那几持续喷啊，你旁边那个都是你喷出来的，就知道为什么。中毒就好了，中毒都黑黑的，中毒就一直补补补补补，是外毒是？那几好痛，不啊不会了，喷我啊，不会了不会了，这都挖了多少黄金呢？一组在我身上12个，是那个吗？附魔金苹果吗？没有附魔，那是要挖到的才是啊，我没有挖到附魔金苹果。好爽、哦、哇！所以没有苹果他都没办法用，没苹果。我们这边就拿到一颗金苹果，那几要掰了。中毒不会啊，中毒不会死，中毒不会死，他只会洗屏而已。嗯，还有持续喷。钻石，这么厉害！哇，金苹果这一片，哇，这好多矿哦！杀两个，重点是最坦的。哈基，不愧是绿色的。我有多吃，我有多吃。绿色队伍好强啊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666666，特别惨。绿色有加，有加持。绿色有加，恶灵这么早死，恶灵很早死，还在前三名。他被怪物杀掉，因为他没有盾牌，被小将士追。哦，故意死来把他们看钻石。哦，那恶灵，你这样的死亡有让你们队伍引导到胜利吗？有挖到很多钻石，有赢有胜利吗？所谓的胜利呢？有啦，挖掘钻石是如果再多一个人，我觉得就不一样了。可是你们有胜利吗？那钻石的排行榜啊，可以，可以打枪，哇，钻石在干嘛？一直在掏空队，那你再测试看看会不会有？这边好多钻。哪里有？为什么在掏空？割钻？哎，我掏空的。哦。哦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好多啊！哇！钻石矿脉耶！是天然的钻啊！天然的钻石耶！钻石矿脉啊！钻石好多。天然的雄厚啦！哇！我在月季溪找到这么多天然钻石矿呢！好多呀，越找越多了耶！哇，怎么越来越多了？无限快生长的钻石矿啊！挖掉，通通都是青金石。你以为是钻吗？其实是青金石啊！对，这是活的钻石吧？假的，哇，小咔咔咔咔咔咔咔的，每天今晚会那个吗？啊？今天晚会累个吗？还好哎，还好。那你怎么会死掉？你怎么被小僵尸弄死？我刚刚故意要送死，因为就是找不到钻石，心很酸，所以就心很酸。你死掉之后，你有找到这样的钻石吗？啊，很心。死掉之后有找到这样的钻石吗？是啊，现在找到了，现在找到了。我自己在比赛后才找到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！这个让我想起之前有那个 X 光插件 ，X 光插件哦，那个可以直接看到矿物。就哦，那是你居然用过，他用过啊！哦，那几是那几是 1.2.5 的时候，好久远，有点久远，这有点久远。检举那几太久了，是用 X-ray 透视，超久的时候了。哦，原来这有废矿哦，有啊，刚刚没看吗？哦，对，没有，他们是绿队，他们没有过来。绿队，哦，他们是绿队，这个好像在说明他们是什么样。
我刚刚在那跳背框，清楚好爽哦、啊！我这样挖矿，这样子挖，而且还没有那个哎、欸啊，好扯哦！对啊，没掉落物啊，我觉得它是直接削，对啊，没掉落物啊、嗯，这很像那个什么那个五面图有没有？地层那种哦，帅气。这个是你走到哪里石头就不见，啊、对，只削石头，可是好那个。哪里那个？哪会那个？我就是蛮那个的，就是有一点缓慢。其实我也有一点点，卡一下卡一下，我一点点是在跑图吧，很爽哎、欸。嗯，越玩越大了。哇，这矿物哇，只好挖出地表了。哇哇哇！那地表你会被土挡住吧？从地心窜出。对好，我会被土挡住。你会被土挡住。那就是啊，下次欢乐赛我们就可以这样玩了，有没有？哇！直接挖矿太方便了，哇！直接哇想挖什么就自己下去挖什么啦。结果我们挖不到石头。尴尬，石头，从头到尾石头做不了，马上戳破。走一走就有可能自己摔死了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不能往下挖呢，你往下挖就摔下去了。只能一路下一路到金岩呢，直接下去。一路下去，你只能看着铁，然后挖不到，因为你没有石膏，好难过。当中间有到水流就不会有事了。哎、欸，那如果说看到的那一格，一格就会直接破坏掉，用眼睛挖矿，用眼睛挖矿，三乘三啦，眼睛看到三乘哇，镭射眼，对啊，镭射眼是怎样？很猛哎、欸，这。各种开发眼力，你就看到什么矿就没了，这样。这样子也没办法挖石头啊！你看过去就不见了。你要低着头挖矿，低着头也不行啊！哦，对你视角，你视角一定要看着他、欸，哎、啊，你顶着来弄就不见了。所以起手先给个那个石头，好，起手先给就可以。你真去赢苦力，怕爆掉石头，好累啊、哦！好累，而且你还，重点是你还没有盾牌，对，而且你还不能烧哎、欸，对啊，老不了这个一定很好玩。那这样的话就要变成挖到了矿物什么的，直接就是定。嗯，哦，对，给点福利。去挖钻石了，看熊，看熊猫卖的。你看大家打架都拿那个木斧、啊，关掉了，关掉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把设定那个看到的东西会直接挖掉，哦、一格好不好？一格，一格，看着你看用看着就好了。看的哦。哦，你是说像老皮杯有一次是用看着就爆掉那个吗？用看着就好，你说核心爆掉啊？对，有这么穿过黑曜石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两秒后就爆掉了。哎呦，哦、那好看着就爆掉了，用看就爆掉了，一格一格距离。哇，反正你说的又是别的东西了。对，哇，钻石这里好疗愈哦。我也要，可是呢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啊。是不是要？是不是有冷却啊？一格距离，一格距离，要求一格距离，要零距离。好像可以，你要抓好距离，这要跟他同高才行。哎、欸，这样好。可是只一格我觉得不够啊。三乘三呢？三乘三啊，好好，是是。一格的话就跟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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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、哦，他不见了，哦、他不见了，鸡眼吗？哇，想挖鸡眼，你真的可以耶，可以挖鸡眼啦，鸡眼呢？哇，还用金镐挖？谁在跟你用金镐挖鸡眼？用看着就可以了，挖鸡眼呢？对呀、啊，挖不到金镐啊！那个，用生存也可以啊。我懂了啦，我懂了啦。轻轻松松，你们要加班哦、啊！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哇，今年这么简单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大家真的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掉啦，准备包。好啦，我这边可能要提早关台了，因为另外一边通话打来啦，我要去救命了。因为另外一边有胡子，他是麦块新手啊，最近上瘾，有很多东西要教他玩，所以先关台咯。嘿，感谢今天收看。那一样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就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我要去教人玩麦块了，还是你们想看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有时候他们讲话的尺度有点会被ban台，你知道啊，有
有时候胡子会爆出一些语重心的东西，所以很恐怖。我怕我被编台。好啦，那大家拜拜咯，再看啦，如果他们也都 OK， 我就开台玩。不行，不是你们说想看就看的，不是你们说想看就看的，这个是要看，因为伺服器又不是我的，我只是进去教他们玩而已。好啦，反正就是再看看，如果等一下 OK 的话，我就开台；如果他们还是没办法的话，我就等有机会吧。好啦，拜拜咯，拜啦拜啦。